60公里。 不過第三、第四線咧，喺華潤大廈對開咧就有少少車龍，都係有一啲轉線嘅車龍啦。就喺華潤大廈至中環廣場對出咧有少少轉線嘅車龍啦。據報喺西屯過海嘅龍。
心理測驗嗎？唔係啊！乜冷氣又無啦啦，都話問個遊戲喎。
首都菜篮子，首都。
食欲减退、厌食、恶心、腹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另一方面会导致尿量减少，引起泌尿道感染和尿路结石的形成。暖气病的相关症状虽然比较多，但主要攻击的还是人体呼吸道和心脑血管。李雄辉表示，自身存在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是暖气病的高发人群，要格外注意防范。这一类的病人本身的严重的呼吸下，容易患上硅罩咳，导致心慌啊、胸闷，这些。小月就話：希望明年唔好咁忙，多啲時間陪啲細路仔。係啊，真係小朋友真係眨眼之間就變大個啦嚇。係啊，好珍惜而家咧佢細細個嘅時候啊。哦，要繼續補充翻啦。應該話佢2021好多唔開心，但係都完成咗高考，對於佢嚟講係一個轉折點。啊，呢度真係要恭喜啊！瑤瑤先，係翹翹啊，瑤瑤，瑤瑤，瑤瑤，犀利啊！瑤瑤真係600+啊，其實應該算好高喎。Thank you.
需要入住指定檢疫酒店三日的駐港貨機機組人員，由明日凌晨零時起，在返港後必須入住指定檢疫酒店，直至取得第七日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他們在離開指定檢疫酒店後，仍然要在醫學監察期間接受多次定期核酸檢測，以持續監察健康狀況。政府會批准和支援更多的貨運包機運作，亦都已經敦促本地航空公司加強對閉環式運作的管理，並落實緩減影響的措施。對於有確診的機組人員違規外出造成病毒傳播，政府表示遺憾，並已經責成國泰嚴肅跟進，全面和深入調查個案，並盡快提交報告。政府亦都要求航空公司必須採取措施，確保機組人員嚴格遵守防疫規定。政府強調，貨機機組人員需要接受醫學監察，違反醫學監察通知書文件，可能涉及違反防疫規例。政府會嚴肅審視個案，如果發現有部分行為，必會依法追究。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發表網誌回應有海外政治人物同機構要求釋放被捕的立場新聞現任同前任高層，批評係對法治欠缺尊重，公然違反國際法和不干涉內政的基本原則。他話案件的法律程序已經展開，任何人都不應該再作評論。香港的法律制度確保妥善執行司法以及正當遵從程序。鄭若驊說，言論和新聞自由並非絕對，會受到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等限制。法庭亦都多次強調，新聞從業員和其他人一樣，有義務遵守所有法律。正當新聞活動和危險、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之間界線非常清晰，認為針對執行維護國家安全法律的指控，全然出於無知，又或者是別有用心。前年十月一号，本港多处爆发激烈警民冲突，其中在黄大仙农场道一带有多人被捕，五人被控以暴动和抗拒执行职责的警务人员罪，早上全部在区域法院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明年二月十一号判刑。五名被告是郭小杰、张启昌、何文谦、温子能和麦浩伟。法官連錦雄說，雖然控方並沒有提供證據證明五人有任何顯見的參與暴動行為，但是五名被告在暴動現場附近被捕，當時他們身穿和大部分示威者相類似的黑色衫，加上五人在被捕時明知對方是警務人員，但是仍然作出拒捕的反應，認為他們最少有參與鼓勵其他示威者在現場參與暴動，因此裁定他們罪無成立。接着新闻报道完毕。即将落台，我最喜爱的歌曲《最后五强》之一，记忆年 MC 张天赋。
023422，如果说你有关于神经内科的一些问题哈，那可以通过023422的热线咨询。同时，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用手机来搜索“乐听新闻 ”APP， 乐是咱们广东乐，就是听见的听，乐听新闻 APP， 然后呢搜索“活出健康”，可以在视频这一栏里哈找到咱们这个节目视频直播，可以通过观看的方式来关注到咱们今天的节目。那罗医生，咱们首先感谢您哈，欢迎您进行。经历的过